身边，爱得死去活来，已不复存在。25岁，对人生方向还不是太有把握，到底应该怎么活，才算真正没错过？25岁。我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书，你来你碰我，你想你靠着我坐下，然后睡着。放不下的事，人却在心上。还没长大，但时间不允许我请假。大家是往前迈进，对方就会达不到自己。但前提是我要如何敢于往前迈进？但前提是我要如何敢于往前迈进。